那接下来这一款是 Plethora Dress 款号先给大家25 OK code number 25 25，然后有三个颜色，我的是粉色，然后莹莹穿上了这个非常高贵的黑色，超显瘦超高贵的，就是摸过莹莹身上的这个黑色了。还有我们还有来到这两个很特别的颜色，我的是粉色，然后呢我会换上这个蓝色给大家看看，它的这个蓝色也是很漂亮，然后呢我觉得它有一点点带紫色带灰色这样子的感觉。OK， 这个是 blue， 然后有 pink， 还有 black。这一款 dress 呢，它是 free size 啊，它有附送这个腰带的。这一款胸围可以到88，腰围不用担心了。OK， 腰围是可以到84的。然后它就是，如果脱了腰带的话，感觉就是这样子。哎，我觉得这一款就是 Peggy 也可以下单呢，很漂亮，非常的华丽，很高贵的一个版型。它是这样子的，它的扣 ，OK， 你咁样，到。搭落嚟咁佢就锁实噶啦 ，OK， 它这样子就会稳稳牢住的。所以这个腰带是附松的，它然后它的腰带是有弹性的这一种 ，OK， 所以就是依据你们的那个腰围，它会做自动做这个调整 ，OK。它手袖这里呢有这个纽扣哎，来给大家看看，你们都可以扣上来 ，OK， 扣上来，就是还有它手袖这里，你们看看它的那个钩花。它的钩花都是这种钩花，很漂亮。它的蕾丝哦，也是这种很轻肤，但是 quality 很好的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它是比较厚的，然后我觉得不容易刮破，不容易刮破的。来，黑色，哇，真系好高贵啊，好靓啊，黑色。我就更不用说黑色，就当然是最显瘦的一个颜色。然后你看它的蕾丝 ，Oh my god。真系好性感，对，你睇嗰个手臂啊，完全嗰个花纹系印晒出嚟啊，阴公猪靓到啊，哎呀，我这里都没有弄好，它是高领对吧？你看它不吃皮肤的，各位，它这个花花是提花，这里是不吃皮肤的，然后它整件的面料都是这种蕾丝面料，是有厚度的，但是柔软度非常的足够，它里面是一层的这个 lining。很亲肤，完全不卡 ，OK， 不会闷，就是不会闷热。你就讲到这个问题，我觉得不会哎，它这个是有一点点厚度的，只不过是领子这里可能我觉得如果戴热天时着呢度会稍微热啲啦，因为它真的是有一点点竖领这样的感觉。来，腰带也是同色系的，这款裙子就没有口袋了 ，OK， 左右两旁没有口袋，但是它的长度啊。啊，好漂亮哦！它的长度就是，蕾丝这个面料会比较长，里面的那个来宾是比较短的，隐形拉链在后方哦，这一款隐形拉链在后方的，然后就是这一款你们依据你们的胸围下单就可以了，因为它的腰围、臀围都是比较宽松、比较舒服的。